在桥旁还有弓箭，我以为那只是一个摆设的道具，但没想到箭上还有没有的味道。在河对面还有一个火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找到一个。这什么？这什么？啊！我找到一份通关步骤图，上面画的意思就是要拿箭射到对面的火盆，点燃火盆之后卷轴便会落下，再依照卷轴上的提示挂上盾牌，按下按钮就能通关了。我们应该是要射那个。你们看到那个火、火炉没有火的那个啊，把它点着。我的天哪，哇，好难哎。哇，我要点了。你点吧，你点射一个。哎，小心小心哦。你会射吗？小心小心。有点刺激哎。加油加油。蛮直的，蛮直的，我来。等等，给我一个火。好，换你。加油，加油。虽然没有专门学过这个，但是弓箭是需要体力的。我现在也算是宇哲的得力干将了，这是我最擅长的。哎，你干嘛？就是，你这个有点泄气。不一定是成语，为什么一定是成语呢？四个字就行了。歌手韩红。嗯。歌手韩红。天哪，这真的吗？啊？我开玩笑的，我找一下看有没有啊。我找一下有没有啊？红油 Gibson 给我猜中了。有寒吗？有寒啊！真的吗？手呢？胜利！哎，对了，歌手韩红全部都有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哦。第一个没错，咱们脑洞开一点，你不要把它想的是个成语。其实你都能看成韩红啊，厉害！厉害厉害！我突然对佑明刮目相看了。哇，你真的好厉害！我都惊讶了。第二个那么多表情哈，不要想成语。光头的艺人有谁？啊，不会每次都是艺人吧？问题是第二个下面骰子全是四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四十，什么是十？啊，十个，一二三，十四。我想到了，一二三四五，五个光头，对不对？啊，十个骰子，对不对？对。那里有五，也有光，五光十色。我看一眼。五光十色？有五吗？五光十色，没错。哎，我发现这一关要靠不太正常的方式才能想得出来。我想想第三关。什么，宇哲哥？是一个冰球，里面是有东西的，只是我们要想办法把它弄破。这里是个锁头，锁需要找钥匙。这里又有两个人，你看看他们两个身上是不是有什么东西？没有啊，没什么特别的东西。那要不把他们的那个刀抢过来？啊，刀啊，可以拿吗？现在既然找不到别的线索，就只能冒险把冰块里的东西取出来了。割断吗？捅破。道具破坏者。唐宇哲，宇哲哥，我觉得好像不行。这么结实啊，那个。
是不是吃钥匙吗？不知道。但冰块怎么可能打得破呢？那我们就只能等它融化了。啊，对吧？哎，真的哎。所以其实这个激光是不是要射到那个虎头？可以尝试射那个虎头，但是怎么样才能让那个激光射虎头呢？看来还是要回去打碎冰块。我觉得那个冰块肯定得砸碎它。这冰块砸碎是不太可能的。哦，就看着孩子玩得这么开心，都不忍心阻止他了。哦，还真被打下来了。哦，不能掉。冰块是打下来了，但是掉在了一个激光最密集的地方，很麻烦。有钥匙吗？哎，真的是钥匙。哎，别小心啊，小心小心激光，你脚那儿不能动，就在你前面，不能动。当时我也没想太多，就是觉得我的血量相对来说多了一点，所以为了大家的安全，我就自己上。佑明真的惊讶到我了，我一直以为他只会干体力活，但没想到他脑洞开的时候，我都怕了，我的三观都被他刷新了。佑明哥，好帅。这脑洞就是乱开，结果没想到还竟然是对的。有了，大开杀戒，大开杀戒 ，OK， 回来。你有 freestyle 是什么？吴亦凡。吴亦凡就三个字啊。即兴，即兴表演有吗？即兴。有。即兴表演。你们其实这样也挺浪漫的，我们四个。看看星星，有星星吗？哎，咱们要抓紧时间啊！我跟你要牺牲这个东西，到底是死的。就第四，我没猜出来了。对，两个都很难，因为两个有一点像。经验值很高，999。你看那个人像武松，像我，像一只猪，又像一只狗，又像一只老虎，是但是像四不像。一刀什么？一刀见血，致命。哎呀，脑细胞都烧没了。我也是，我怎么会在这里？比我们上学的时候数学题目还难。哎呦。最后剩下的那两道题，我们怎么想也想不到。然后我们只能试着把剩下的字组合看看。我们想这个要借着那边的字儿来想。如果它是第四个的话，有什么什么装备吗？因为那里有个装备，极品装备。哎，有可能啊。你就看它旁边嘛，力量、什么智力、什么就是体力，都是999，那就是极品装备了。一刀满级。一刀满级什么意思？就是玩游戏的时候就一刀砍一刀，然后还就突然满级了，是这样吗？那就对了啊，因为一刀完了以后，那个经验值999999飙升了。后面那个悬崖是什么意思？那只是一个景儿，他们在那个景儿，只是他们在那里玩游戏，没有景儿。宇哲哥过不了他心里那一关，他觉得这两个词什么屁玩意儿？是因为我没玩游戏，所以不懂吗 ？Let's go， 这一关也太累了吧！哎呀。这里，呀、啊！这是什么？这个是线索。你拿这个。好，有一个，恭喜你们成功通过两顿雷阵，获得能量之光一块。哎，我们先商量这个差给谁？我们反正四个人都只有四滴血了。我觉得我们现在才到第二关，我们先给莎莎吧。好，先给我。我们要保护队友。不，保护我是吧？好嘞，亮了。好。因为我是唯一的女生，然后几个哥哥们说那来保护我，那我就接受了呀。但没想到这个决定让我后面很后悔。哎，还有一个这个地图啊，你们看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对，这可能是先收起来，往前走，先拿着。往前走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迷宫，迷宫没错。八卦迷仙图。